他给你备哈，他给你备才喂五分钟哎，五分钟包括吃东西、大便什么。大便呀、啊？你叫人啊，说你备 time 他是一点、七点，不是每啊给一点、七点、一点、七点、一点、七点，对哦。几天五分钟大便？来不及，我都大不出啊，因为我大的话，我东西不用吃了哎，而且我吃了，我是吃那个料的嘛，我吃饭我是一样口味，那个饭很干吗？那有时间吃那个饭，很多个什么拿那个菜拿那个肉吃了哦，然后就丢掉了，没有时间了。你不大便时候再吃？神经病啊，去手抓片这样吃是有啊你？这边进那边出、啊？没有啦，哎呦，没有这样啦。对啊，你这样好哎，史格力你是这样出名去啊？那个出名？没有，因为没有人做过啊，是不是？我问你，没有啦，没有。如果你这样，你会不会上新闻？是啦，我的目的是赢那个车不车是。只干你这样出名赚钱进你的 YouTube 啊？没有啦，我都有人懂我，也是没赚钱。而且那时候我有几天我没有大便哦，我的心里不想啊，想要去大耳窿啊。尖叫啊！啊！尖叫啊！啊！真的是尖秒嘞，大出个尖秒嘞。看我有一次来见我市场，我叫大耳窿嘞，大便哦几天都没有大，妈的，大不出啊，对身体不好，真的。我跟你讲，你再吃什么再大，你一定出名啊！哇，又漂亮，哇，你去啊，你去啊！你可以参加吗？你是 PR 啊？你不是赢车的钱，你赢又丢的钱啊？没有啦，因为你有名就包赚钱了。特别吗？是。你现在唱那乖乖的歌，你不要唱这种歌啊！啊？这种歌是正常的歌，真的呢。哦。我给你看那个。OK 那黑的哇，连我专门放在巴比这样嘛，然后来警察就去调查嘛，调查然后就后来他们就去抓到哦，抓到，坐牢啊，哦这样 OK， 哎，把有一个在马来西亚，他没有被抓嘞，两个是新加坡人。要讲讲，去马来西亚抓他了，对不对？不对啊，都不是什么 case 啊，这个都不是 case。为什么你两个三个犯罪两个被抓？新加坡他可以抓吗？我在像你这样跟政府讲，哈、啊，他怕裸照去抓，他不会给他笑死。哦，难怪，所以那个就是逍遥法外咯。没有抓了，那个你是打抢银行在骗钱啊，这在有意思啊，可以讲。你这样跟他讲，人家警察会把你抓吗？马来西亚？哦，马来西亚警察更死啊，所以抓住裸照，那至少你这么个空、啊。所以就是他在马来西亚，所以他就说 lucky 了咯 ，lucky 啊，所以又两个就被新加坡被抓，而且有一个还是蹦什么，你是读那个新闻的，蹦是什么 army 蹦什么 highway 那的，蹦什么鬼蹦什么，新加坡两个啊，蹦什么蹦什么 rent 啊，蹦什么鬼这样啊，还会去做董事、啊，就说哦，进牢了，大人那的，进牢了，啊，进牢，什么？他们进牢了，出来有啊，你坐牢哈、啊。对，我是签名哎，妈的，要忘记签的死哦，忘记签没有配哎。我送很多东西呢，只是书包大吗？哈哈，你这么臭，金条在里面是吧？啊，没有了，不是金条了。